的房间，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，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，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？想念拼图一动光圈，他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。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，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，除了激情退火后的那一点点倦。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，我了应该谁说过不知检点，总计那几年感情赢掉理性那一面。灯的房间，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，爱恨情欲里的一点某点，呼之如初那么明显。女孩统统让到一边，这个里的思维摩羯就算都体验，若是真明白真要好几年。笑得多甜。